摇摇瓶身往头发上一喷，再用手搓一搓，干洗法近年来受到许多年轻人喜爱，但有不少人士背着公司私下进口贩卖。知名英国干洗法的总代理公司就是在这里，没想到内部两名员工竟然动起歪脑筋，私自窃取公司资料，直接进口干洗法，令其如造。仓库内一打一打封箱装好的干洗法19000多瓶，都是范闲私自设立公司平行输入的水货，全遭警方查扣。82年次的王贤和71年次的谢贤曾是知名英国干洗法总代理公司的员工，从2020年1月开始私下删除前东家客户资料，且擅自窃取营业资讯。3月离职后，便私创公司平行进口同产品，再以低价卖给客户，侵权市值估计4100万台币。全案讯后，将这个王姓及谢姓范闲二人以违反刑法背信罪、营业秘密法罪移送这个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桌上摆了满满的干洗法，就是警方查扣证物。两个人经营6个月以来，赚进不少钱，不过被前东家发现，提出告诉。身穿白衣、斯斯文文的两名男子就是范闲，双手上铐，遭警方押上警车。以为耍小聪明，想大捞一笔，没有想到钱还没赚饱，就狼狈遭逮。记者陈子芬、黄玲娟台北报道。